如果到一个新地方旅游，你会选择打卡什么项目？是当地的美食，还是当地的景点，或者随便散步？近日，一网友游玩西安，全程没去不夜城、兵马俑等景区，只是跟着必吃榜打卡当地美食。打卡必吃榜的旅游方式引热议，网友表示，这种旅游方式对干饭人来说，全程都会很快乐。评论区笑称，特种兵旅游后又来必吃榜式旅游。对于旅游，你喜欢怎么打卡？